什么？有人。嗯？干嘛呢你？跟上一周那个男的不一样，我换男朋友的速度总得赶上你换工作的速度吧？这样怎么才般配？嗯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等一下，啊，我是那种重色轻友的人吗？我今天还给你点了小龙虾和毛豆。我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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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，你都不知道面试那些人气质有多好，我根本就比不上他们。哎呦，他们那都是外在的，只有你是这儿。内在气质，要是你能替我去面试该多好啊，肯定谁都比不上你。哎呀，要是能替的话，我早都替你一百次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今儿受什么刺激了？现在见到我，有没有让你感觉很开心？开心都开心到头上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多开心，还不谢谢我。嗯，你说你每次谈恋爱交男朋友，每一次都是真心的吗 ？No， 真心太难了。别人对我真心难，我对别人真心我又不敢，所以我觉得，开心比真心来的容易，也比真心更让我高兴，所以我要开心，不要真心。不是真心。会更开心吗？真心会让人伤心的。那听你这么一说，到底爱情是简单呢还是复杂呢？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那不叫爱情，只是约会，约会懂吗？那我不要约会，我要爱情。你总跟我说你要爱情，那你告诉我，在你心里爱情到底是什么？爱情就是见不到对方的时候会想念，见到了就再也不想分开。我愿意去为他做任何事情，他也愿意去为我做任何事情。Stop！ 你没谈过恋爱，所以你没有发言权。当你真正的谈过恋爱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最起码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当你厌倦了一个人，见了还不如不见。当你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之后。你就会发现，你甚至都不记得这个人的存在。我也不知道爱情究竟是什么样，比起谈恋爱，我更想要回到小的时候。我的爱情其实一直都在，他只是不愿意长大，因为长大，对于爱情就是要见到和在一起。